你们有什么想跟大家讲的？就是对总决赛的期待。总决赛期待啊！现在这边冉冉子给大家爆一个料吧，总决赛的料。上场就爆料。对呀、啊，我真瓜瓜主在这儿啊，真的，少年之名最大真瓜瓜主在这儿，我要爆料。少年之名总决赛一共有没有凌然？没有凌然。少年之名总决赛一共有6首非常好听的歌，对，不是4首？哎，不对。4首，都错了，四首吧，五首最好听的歌。那至于是4首、5首还是6首呢？嗯，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们，只能明天8点钟再来看我们的少年陪你看。然后抢到票了，我们去现场亲自的去感受一下到底是几首歌。那今天在我们开始陪看之前，我们有一个真心话的快问快答，想跟两位玩一下，没有大冒险，放心了。您讲，您讲。我很诚实的。好，你最爱吃的家乡菜是？芥蓝炒牛肉。辣子鸡。辣子鸡。嗯。芥蓝炒牛肉。嗯。今天中午吃了什么？今天中午吃了少年之名最好吃的限定盒饭。少年之名。两荤一素啊，那个素还是那个豆芽。不是那个荤，它不荤。荤不是很荤，荤素搭配。就微微的一荤，微微一荤。对。没事，一会儿会。我中午吃什么？对，我也是，都是吃的限量，限量盒饭。嗯，对，出了这个节目就再也没有了。对，好怀念、啊。出了鸭子铺也再也没有了。那你就说到出了鸭子铺嘛，那决赛结束之后最想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先出鸭子铺。已经出了之后最想干的事情？我想回成都。回成都。嗯，我想，我有太多想去做的事情。你想再来优酷一次？比如我。我对太想了，就是我想说去先走一走，玩一玩，对，旅游旅行，对，自己吗？还是就是走出舒适圈，湖南，对，走出中国，逃离鸭子铺，对，逃离地球。最近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？就最开心的一件事情，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吧。难道不是我们两个现在在这里直播这件事情最值得我们开心吗？太开心了！怎么会有这么优秀的少年？推荐一个长沙美食。推荐长沙美食，臭豆腐。鸭子铺限定盒饭。限定盒饭。今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最大心愿是能在少年之名成团出道。我每一年都一样，希望自己能变得更有钱。加油！好实在哦。最喜欢的发色是？红色。你现在这个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个颜色你自己形容一下，这应该属于是？这是一种蓝色。蓝色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你绝对看不出来，对吧？嗯、对，我这个是蓝色。但是我到现在染到现在差不多10天了吧，嗯，每天晚上洗头的时候，那个厕所都感觉像汪洋一样，蓝，对对，每天都掉，每天都掉，掉一掉就变成这个。但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看的。那这个颜色你觉得是什么？我也无法形容，有一点绿，又有一点蓝。你现在就很绿啊，看着年纪挺小，头发都绿了，你。没有，有点那种。没所谓。放青也不是。好了，不重要了。来，如果有机会送粉丝礼物，会选择送什么？送、我想送给他们我亲手制作的那个小饼干，虽然我也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吃啊，反正我敢送。什么？亲手制作的小饼干？不是，送粉丝礼物。你想送什么？送粉丝礼物。一说到送礼，你就听不清我讲的问题了。一人送一台车吧。你不送燕窝吗？啊，燕窝不送吗？燕窝成本。一人一台车，你说得出来？送燕窝成本高？又没有说什么车，你真的是哦，懂了，两个轮子的是吧？对。你最喜欢什么风格？最喜欢什么风格？什么的什么风格？穿着吧。穿着吗？嗯。穿着我喜欢黑色系的。嗯，我喜欢睡衣。对。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？最喜欢的电影是。少年之名大电影，好会说、哦！今天来的少年太会说了。你呢？嗯，最喜欢的电影是？我最喜欢的电影，就我想一想，《少年之名大电影2》。想想怎么接？还好了，其实《少年之名大电影》我是什么？有《少年之名》有大电影？
有啊，什么三十分钟的？他们真的是一个节目里面。对，那个你也喜欢是不是？也是你最喜欢的电影。Me too, me too。最近常听的一首歌是？最近常听的一首歌是最高啊，不这样说的太官方了。最近常听的一首歌是，我们自己四公的歌。嗯，因为现在还没播嘛，大家到时候四公自己看嘛，特别好听。我四公的歌曲真的特别好听，期待一下。嗯，好听。小苏，我吗？嗯，我最近经常听的歌是没有经常听，没有每天都是，从来没有单曲循环。对对对，嗯，随机播放。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？小时候梦想，小时候梦想都全国统一吧，当科学家，男生当科学家，女生当医生。是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你想当科学家。对啊，我小时候就说我想当科学家，我想造火箭。他说全国统一。对啊，没有全国统一，我就不是。你是啥？你是？我小时候我说实话，我小时候我想当明星。那你现在不是圆梦了吗？就，其实当了明星之后，就是你会有，现在不明。要更明一点，要更明一点，现在有点暗，想暗星，想当超级巨星是吗？对，就够亮，超亮，发光啊，对，亮星。最想去哪个地方旅游？嗯，最想去日本。嗯，都可以。他好随意啊。都可以。最近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？最疯狂，可能就是。你先说。我觉得最疯狂的事情就是我们跑去广州了。嗯，冲出鸭子铺了。冲出鸭子铺跑去广州了，半夜出逃。真的是，我们一会儿陪看的时候太过分了，真的是。你呢？节目都录到这个份上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？两个眼睛像两个柠檬一样。现在想好了没？最疯狂的事情。我最近一直就是很中规中矩，我没有干什么。并没有哦，我觉得你刚刚跟导演组说想一边陪看一边吃水煮牛肉，我就觉得很疯狂。穿了一身这个疯狂吗？这么白的衣服，就我觉得这吃个水煮牛肉，他哪里疯狂了？原计划本来是我们要订炸鸡吃，知道吧？因为大家说我们想看我们吃哪有吃炸？哎，就你敢说就赢啊！没有，本来就是咱们商量好的。我说吃水煮鱼，你说你不喜欢吃鱼，我是为了你好。我说 OK， 我说吃炸鸡，那就吃水煮牛肉。你那你要吃东西，你是满嘴都是，你是要吃呢，你还是要好看的？这当然是要先吃嘛，对吧？吃嘛，但是就给你点了。哎，那我得到的信息跟你们不一样，是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陪看吗？然后大家又想看你们吃播，我们就说一边陪粉丝朋友们看节目，一边吃播，然后说是你们点的要吃炸鸡，所以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把炸鸡都可以送上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所以不是你们点的吗？不是不是，这绝对不是我们点的，都吃，但我们可以吃，都吃，但我们没钱。对，不给钱。嗯，给。